今日係香港回歸祖國嘅大日子眨下眼已經踏入二十六年嘅咯。今次我哋呢個七一啦，同以往嘅七一就真係好唔一樣嘅。係第一個經過疫情之後復常嘅七一啊！以往喺七一必然會出現嘅七一大遊行啦，已經係唔見咗噶啦。因為遊行咧，通常喺呢啲日子咧，好多路段都會被封閉嘅。 其實老實講嚇，都會帶嚟一啲不便嘅。我記得好多年前啊，第一日啊抵達三藩市，自己揸住架車由機場去酒店，啱啱就碰上三藩市同志大遊行。呢個係世界上最著名嘅同志驕傲遊行之一嚟嘅。每年六月第四個星期日在喺三藩市市區嘅市場街就會舉行呢個同志大遊行。 唔單止三藩市市區裏邊嘅男同志、女同志、雙性戀者、非同志，甚至係嚟自全個美國，仲有啲係全世界添啊嘅同志，同埋係對同志友好嘅人呢，都會一齊係狂歡一個盛典嚟嘅。喺星期日上晝十點半就會開始遊行，主要就係沿住三藩市市區主要嘅道路啊、市場街嚟行嘅。 每年遊行啊，都有成啊一千位嘅女同志，佢哋咧係會係揸住嚇嘅重型機車作為開路，有個名㗎嚇，就叫做 Dikes on Bikes。緊接住嘅咧就係由男同志啦，就會係揸住呢個咧係單車嘅隊伍咧係進進場嘅，就稱之為 Mikes on Bikes。每年咧都有超過嚇大大話話咧兩百個隊伍去參加嘅。 遊行喺市政廳前面咧，係作為終點。喺終點嗰度唔使講都有盛大嘅圓遊會同埋一啲相關嘅表演活動每年嘅遊行啊，都是為三藩市係吸引數百萬嘅人咧，係嚟觀光嚟觀賞的嘅人,人潮係好勁的早已經係三藩市咧一個最熱門嘅觀光活動嚟㗎大家可以想象得到，係咁擠擁咁多人去參與啊！ 好多路咧都會係封咗嘅，個封閉嘅情況會係點樣樣啊？嗰陣時咧就 Google Map 仲未有嘅嚇，一路揸住車又要一路搞唔搞要停低睇下個地圖，東走走西走走，真係唔知道走咗幾多個圈啊，先至揾到一條係可以去到我訂咗酒店嘅路。雖然啊，今日喺香港咧就再冇大遊行啊，但係咧。 就唔好以為啊，咁樣樣咧個交通就會特別暢順喎，因為都有唔少嘅公開慶祝活動咧喺街頭嗰度舉行嘅。第二啲地方唔講啦，淨係喺維園啊，都會一連三日都會有慶祝活動嘅。而最重要嘅咧就係啊，政府警方嘅布防係相當之嚴謹啊！喺尋日開始咧，警方喺港島包括埋啊會展啦，同埋銅鑼灣一帶咧。

有冇有留意到嚇？銅鑼一大嘅街上邊嘅嗰啲垃圾桶呢，好多嗰啲大部分嗰啲垃圾桶呢，有啲就一嚿嚿橙色嗰啲擺曬喺度噶啦，仲有啲係懸掛式嘅垃圾袋呢，都被搬走咗，或者係維封咗在时喺時代廣場、希慎廣場同基利佐治街嗰十個橙色嘅垃圾桶呢，係全部唔見曬噶 七個懸掛式嘅垃圾袋裏邊呢，有四個就俾個黑色嘅垃圾膠垃圾膠袋圍封，就只係剩翻有三個喺波斯富街、唐街同埋近唐街嘅圍苑入口。原來前日咧，清潔工已經將呢啲垃圾桶咧係收走晒㗎啦。有人咧就話：喂，其實冇乜咁特別嚇，逢係大時大節咧都會咁樣樣做嘅。以往七一咧都會有咁嘅安排嘅。 不過以往啊，真係冇留意到嚇。誒，我唯一想到嘅理由呢，可能真係需要防止啊，有人喺垃圾桶嗰度放置啲爆炸品都未定嚇。哇！而家香港真係變得咁安全㗎。喂，唔知啲外國媒體啊會唔會喺度借題發揮嚇？其實呢，我就真係唔需要，唔知道點解回歸要在7日要揀喺七月一號嘅。其實早一啲可能會更加理想。 因為喺呢個時期嘅天氣通常都唔係太穩定啊，唔係太好添啊！今年都唔例外嚇，局部地區係有雷暴的日間亦都非常炎熱嘅。二十六年前嘅七一，香港回歸祖國嘅嗰日，都係碰上咗非常之惡劣嘅天氣嘅。當年有份發出回歸之後第一個天氣預測嘅高級科學主任啊！ 李立信呢位朋友我都相當之熟悉嘅。而家咧，佢已經係貴為助理天文台長嚟噶啦。佢係曾經撰寫個隨筆，係回顧當年今日啊，提到一九九七年回歸前後嘅香港天氣有幾咁惡劣，啲驟雨有幾咁大，同埋啲雷暴嘅情況係點樣樣。睇翻資料当當年係有一股西南季候風 為香港帶嚟唔穩定嘅天氣嘅。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號嚇，下晝四點二十五分，最後一任嘅末代港督彭定康咧，就喺蒙蒙細雨之下，親手接過總督旗之後咧，就同太太同埋三個女咧，係登上咗嗰個專車，正式係告別港督府嘅。之後咧就出席英方嘅告別儀式啦。哇！即係預著咧，呢個係啊～

應該咧，至到而家咧，每年七月一號嘅雨量咧，呢、這個紀錄咧都應該係未打破嘅。嗱，講翻轉頭啦嚇，話說回來啊，其實七一呢個日子咧，真係幾特別嘅喎七月一號係陽历年裏邊嘅第一百八十二日嚟嘅。如果係闰年嘅話咧，就係一百八十三日啦。啱啱好離開成年結束咧，亦係仲有一百八十三日嘅喎。

假皇帝又係乜嘢意思呢？又王正君呢位皇太后呢，係中國歷史上寿壽命最長嘅皇后之一嚟㗎啦。佢身居後位嘅時間呢，係長達六十一年嘅，只係僅僅次於清朝嘅仁憲皇太后嘅啫。嗱，佢咧就係阿皇莽啊嘅姑姑嚟嘅。當年啊，嗰個皇太子呢，就只有兩歲嘅啫子英只有兩歲嘅啫。 太皇太后王正君咧就命令啊自己嘅侄啊，即系呢位王莽啦，去代天子嚟朝政嘅，因此咧就叫佢做摄皇帝或者系假皇帝啦。嗱，我谂熟悉中国历史嘅朋友又好，中意睇诶有关中国嗰啲皇室皇庭啊里边嘅斗争故事嘅电视剧嘅朋友都好，对于咁样嘅铺排咧，都应该唔会感到陌生噶啦。 今年我哋嘅七一慶回歸有好多嘅慶祝活動嘅，食肆有響應減價大家覺得今日開唔開心呢？甩頭髮有啲咩原因？哇，我點知道我屬於邊一樣啊？我哋有廿六年專業經驗同個案實證可以分析到，最關鍵係做頭皮檢測，用專業儀器分析問題所在，對症下藥。頭髮嘅問題，AI chat。 不如揾法再生黄三尺啦，打电话同我 check 下啦。